讲到马会用嚟接载马匹嘅运马车，大致上分三种。第一种系拖架马车，俗称大马车，里面分三格，最多可以同时载九匹马，每部啊要过百万噶。第二种系中马车，分成两格，可以同时运四匹马。而第三种小马车都可以运到两匹马噶。